你到底是你创啥啊？伪装又该怎么拿来伪装才回来啊？啊！包括当初长，因是来选了伤紧啦。你也是同款啊你！啊，小可，啊！那照你安尼讲，我的黄金敢一不然的现金都无去啊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啊！你这不贪啊，实在是有影无路用的，你知哦？哎！ 啊，听好，把所有银啊，甲当爹嘛，放消息出去。如果今嘛有人甲黄金提一杯，马上就甲你通知。如果有人发到，甲这票黄金找到倒来，赏金10万，有听无？是，赶紧去，赶紧去啊！网啊拢压落去啊！ 我都唔相信，会抓袂到伊啊！可以，可以，走走。右上，只有等来阿妹，哪个局长？阿平长，我已经叫人去处理啦，马上都会当找到等来。右上，今仔日到底是安怎？ 为什么会有人敢为你们家提走？啊，有眼睛不欠，可能是这个消息吓到你。右上，既然阮塔克纳开社有法度帮助你当个这个所在客气，自然无法度把你的金元抽走。嗨，这是当然的，所以都要拜托阿北上。 你的因社长的面头前替我提供啊几句话，我一定会想办法，把所有面头拢找到回来。让阁遐佣金，感情才是别人手走的。右上，安那莫斯科萨克伊达诺，哪里面子啊？我连他前天有他个人面子啊？有眼睛歹势，别听我跟你阿弟胡白讲。嗨，给你回信。 刚刚你都没怀疑，这明明交易的地点跟时间，只有咱双方才知影，这不得较是因家己，是因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阮妈要怀疑这件代志是恁做的，毕竟这是恁的地盘，敢不是？哎呀，嗨，啊，有眼睛不看，因为这个是阮囝头一个出来搞恶作生意，真正代志伊拢唔捌，所以希望恁卖见怪，一定要原谅伊，不看。 给你回信，要不，是，不去，我一直不去。上车三天，因为阮的船票在三天以后，若是讲若摕袂到阮要爱的物件，阮社长上若付出偌济，就请右上加倍还有伊。嗨，这你放心。 我绝对伫三天以内，把所有物件拢找到回来，才能有好事。各位顺行，爸。 安怎啊？头壳歹啊！会晓讲话袂晓讲话，啊？我这只是自己的合理的解释啊，什么合理的解释？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，你敢不知啊？咱已经是老客户啊，而且还佫需要咱的黄金，绝对无可能变这款的出头嘛。那你可以有啥？我跟你讲，你看你今日有魂无体，无去好好替我注意迄两个假日本人。 我搁竟然去找一个不三不四的查某人，安尼高高低啊！如萍伊毋是啥物不三不四的查某人，伊是我大学学妹。会来这款所在的查某人，甲你偌正经？爸，伊是苦尽受苦一书的查某囝，伊会来这是为着要摕药啊，互头家娘。你莫误会伊啊。
你是我的女主啊，是啦，伊叫邱如萍，不管是啥人的查某囝，凡是你出来跟我做生意，都要专心，绝对袂使有一点仔差错，安那无都亲像今日，会影响到大局，你知无？我知影。 一定系你三更以来，甲黄金甲现金，拢会找到转来。安那无这本人，绝对就无安尼安尼简单就帮俺刷。大家你们上！ 冲啥啦？阿玲姐啦，只有个大佬会回来呢。伊你是叫伊怎个样个了去个啦？你莫后背想啦，你看我毋是走回来，万一只人无了我阮呢？今仔个钱我拢无还啊，我要甲伊交出去啦。我甲伊讲，这所有代志跟我做，跟你拢不关系啦。你莫闹啦，你交代我当家啦，你听我讲好。我甲子荣，即摆应该找些所在避起来，你即摆甲物件交出去，绝对去害着伊。 安尼，伊送我计划，唔都拢乌有去啊！啊！怎啊来啦？我一开始就无应该让你两个替我去冒险，我是甲你当什么兄弟？勇啊！今日我做我去用欺负，你敢会跳出来替我做成功的？废话！这两个欺负兄弟，我肯定后面我也来陪啦。志良一定是安尼想的，伊无可能让你去替伊冒险，你知影无？ 这个大汉，你甲志荣相挺我，我唔管做了什么代志，你拢有听我交代。啊，无即马，我真足惊，我真足惊志荣出代志，我嘛足惊，我嘛真烦恼。勇，要不然即马一定要冷静落来，绝对袂当家己先乱去啊！咱对志荣有信心吗？ 我刚才到门里，喂，甲你讲啥事啊？你想要忙啥？你就问啊。你想要做要去手工行哈？这阵代志，你也是卖知影较好啦。因为手工行后生，你嘛熟知啊？对啊，我介绍才足久啊。 你敢问因为伊的关系，甲我讲出去啊？哇！你到底为虾米会找我找我？你在怀疑我？这阵代志关系到人命，我袂当害到我的兄弟，伊小我死嘛着上重要的人。那呢，你会去抢金，也是为着伊。 阿弟，我安尼做，绝对不是为了家己，安尼就好啦。咱才实在无偌久尔，谁人做我会相信你啊？
你若是不相信我，你都不会走来找我。我会来找你，是因为你爸救过我。也不过你放心，我袂甲你讲出去，因为我袂了解代志真相真相。也不过，若是让我知影讲，你在做一寡违背良心的代志，我嘛绝对袂放你耍的。四姐。想要怎啊？安尼伫看我？你的机会空很久啦，这就表示你是一个新生了，像我之前跟你查囡仔，我拜托你，今日听我的苦讲，莫阁做你即卖工课啊！你足奇怪呢，你顶届嘛是安尼讲，我叫是讲，我即卖做的工课对这个所在足重要呀。话是安尼讲，无唔对啦。啊，阮只矿工啊，遮尔济，确实是有这方面的需要。我只是惊伊会受伤啊。有时阵是会受伤啦，也唔够嘛，唔是讲介严重。真正有受伤哦，敢是遐个人啉酒醉，对起脚动手啊？唔是啦，哦，是亲像有一届，我家己无细哩，摕剪刀去割着手。阿多，什么时阵会用到阿多啊？这真正常啊，我的工课本来就会用到这款物件。我本来搁打算讲，恁只要坐伫遐陪人客开讲，听伊讲话就好啊。这嘛是啊，你讲的这是我工课内底最重要的一部分。爱好好听因讲话，才会通知影讲伊是倒位不爽快啊。你听起来，你真正足介意这份工课哦？是啊，我就欢喜哦，就是看到因日来时阵是有头甲面，也毋过出去哦是花头喜面。你真正是一个真伟大的人诶。因为我是因为一个查囡仔做这个工课吼，伤过辛苦啊。不会啦，会当去帮助人哦，我感觉就满足的。刚才我出事就注定要做这份工课，我一定坚持把它做到最好。你真正是一个真特别人。你嘛是啊，你家里做这款代志，你嘛真特别。你想怎啊？没事，没事。我看看。你来这么多回呢？我跟你说没事。我下来，上酒家。你坐起。你打包间。坐起。英姐，你对我就听，跟我做伙去诊所。我真正无代志，你免烦恼，我先回去。哎呦，我真麻烦你，再久先回去。你送药送遐尼久，还阁受伤转来，是安怎啦？我着惊楼梯无细哩，较奇怪着啊。哎，你别来宾，好看麦，来。好。安尼有较好无？我看安尼嘛，较无遐紧啊。那这冰夹吼，免个冰伤久啦，过久了要提起来一撮。安怎？有较好无？
哎，如萍啊。啊？你是安怎安尼戆神戆神啊？爸，我有一个朋友受伤啊，伊老足侪岁，我应该爱去甲伊斗相共吼。啊，你才转来无外久就交了朋友啊？是啊，我甲伊是伫矿溪爆炸迄天认识，迄当时嘛伫遐在救人呢，伊是一个好人哦。哦，那伊是查甫的。是啊。哦，啊，住倒。你们正在创啥？啊！你敢不是讲伊受伤流真侪血？啊！我若知影伊住倒位，是毋是会再去伊厝里看卖，看伊需要啥物斗相共的无？哦，遐毋过我嘛毋知影因家住伫倒位呢。我甲伊拄只是伫我庙埕遐个路口分开，伊流足侪血，我想嘛行无外远啦。啊！叫啥名？陈志良。陈志良。啊，薪水啥款？伊爸，你敢会问伤多啊？无啦，我是看你遐尼烦恼，想讲会当替你走一撮啊，看伊伤了安怎啊，对吧？免麻烦啦，我家己来去就好啊，吼。我无啦，你坐好啦，你脚都还袂好，你乱叮当，坐好啦。啊！我都惊伊受伤倒伫路边会有危险啊！所以，我毋是讲我替你走一撮啊。对，找伊啦！我救伊啦！你要去倒位救伊？你把我冻啊！报警先，还是去找尤清源？不管对象，你就自找死路。我跟你同款，尽烦恼治疗。你讲治疗是你的兄弟，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兄弟，我可是伊的继父嘞！我都唔知要哪甲伊姐交代。今仔日出大事，那是我害你知无？我十个人卖听伊的，我做伙走，惊命你啦！莫紧，我来打，我想打，我有钱好啊！你别来打！你敢有材料打？但是敢有你想的这简单？你起码别当自乱卡步，你知无？就是讲志良真正有幽情丸疗效，咱兄弟更无材料，无办法去救出来。我即马提黄金、甲钱，甲志良换回来。卖冲动！你卖动我！你冲！走！你走！你冷静好无？什么？你冲！你去甲志良换回来！你爸爸是要安怎啦？我不知道变哪里，你看阿亮为什么听我爸？
我唔知道要哪做，我唔知道要哪做。玉环，我来讲哦，杨清源伊不是神呐，伊敢若是一个干巧生理人尔。你讲你爸的性命，无应该安尼回糟蹋。你敢不知影？现在我尽量要停你啊，因为恁正直善良，我相信公平正义一定会徛在咱这边。啊，你嘛要相信，天公伯要甲咱创治，天公伯一定甲咱相挺的，知影无？恁怎么变乱？咱这边先把黄金甲钱藏好，再来探听志良的消息，再来决定后一步咱应该安怎行。啊！妈呢？你规暗无回去啊？后者一定就烦恼你。啊！咱动作紧嘞，行啦，来。来，玉啊，我一看个台去。Nice, nice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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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ice. 刘佳瑶，高中才学的英文，你即马就学，敢会伤早？而且一工到暗拢在读书，你袂无聊？不爱读书的人才是无聊。阿妈，啊，阿妈，我走的啦。哥，你读啥 ？Nice。哦，哥，你甲阿妈去南部，搁爱读书哦，啊，搁搁读什么 nice 啊？有够歹！哎，你这个囡哦，咱安尼乌白来啦！你高考是读英文，后摆要考博士。阿妈，我昨个来来吃面，你哪会搁怕我？那我怕你是要怕什么人？别生气了，刘佳丽，听我哦。淑芬姨啊，啊你哪样大包小包啊？啊，都安尼无食，囡仔歇热啦。啊，我吼甲插在阮床脚吼，阮后头出去佚佗啦。向阳听讲，咱金矿爆炸，吼，我咧未开门呢，想讲要赶紧转来看卖咧啊。吼，甲你讲哦，受伤的人吼是一大堆哦，啊，连阿来因家吼也出问题安尼。啊，有影啦，咱当。做这个工课哦，赚钱是真辛苦。人古早人讲哦，唔知赚得到吃会到未？啊，是你较好命啦。听讲你细枪啊，成功啊？哼，无啦，哪有？即摆是干那经理呢？秀芬姨啊，啊你到底是安怎嫁囝的？啊，哪会嫁出一个安尼这尼啊俊才的好事？哎呦，我哪有哪特别嫁啦？啊，若讲阮细枪啊哦，是有影。从细汉就足乖足听话啦，真好读书呢，不然唔免互我烦恼着。啊，无像这恁这孙呐，较细心个样啊，那搬走伊啦。我赶紧来甲看者，啊，你别使紧去，明仔来我厝下来泡茶。好，按时间哦。阿爸就袂着啦，我爬起来啦。你莫走啊，刘佳丽，你莫搁摕我的物件啦，我要回去啊。哎呦，你哪敢哪看？我叫你派去啊！刘佳丽，佳丽，哎呦，你做假的啦！
你这囡仔就是安尼啦，啊！你叫人乌白走，你乌白走，你安尼哦，差些就害你哥哥嘞，你过来跋了边啦，啊？你有要紧无？有惊着无啦？无代志啦。哦，真是对，无代志对。阿妈，你哪会这么偏心？明明是家里的黑猫阿爸的，家也无代志啊。恁两个不是我要讲恁，小也袂听阿妈的话，哈、啊，这个所在才危险着，你安尼走来走去，我跟你讲吼，连带我安尼跋倒吼，是免哭，听了无？好厉害，你是姐姐呢，你无看阿妈唱歌遐尼济物件，我顾恁三个，你想做无甲你小弟管好？我有叫伊卖走，伊就无要插我啊。伊无要插你，你奇怪呢？嗯，谢兄啊。啊！这时间你都无去上班，我走去应酬啊！我昨暗去应酬啦，表现了上好。啊，主管讲哦，今日受忝啦，今日放我一天假啦。啊，迄个迄天啊，迄爆炸时哦，秋风小可以挡着台气啦。啊，我唔知想讲，今日你到底找个斗啥工？哎呦，安尼你嘛唔当在咪找个要斗啥工啥物啦？你知影呢？你即马是神经理啊呢？下面外乡你看你呢，较认真拍拼的啦，认真做代志快哦，我升官袂知无？知啦。歹势啊，歹势歹势，妈，坐来听。好，来。别，叫我电话，我电话。我是讲我转来啦。好，来来，甲阿妈开咧，行。家仔，我即马转来。啊！你以后吼，若无代志，茫定来乌白请假，啊！安尼影响到你做工课成绩哦。我跟你讲哦，来，大哥，好给你，我带的是几份小红包呢。海子，我先提予你哦，你等我一下。请你吃，十块就好啊。不是啊，多谢你嘞，这个来了。我想来看物件。你跳乱哈？无嘞。妈，车里有跟你乱无？那也无，都是乱到我这心脏病要压起来。太衰了妈，嘉纯跟嘉瑶有乖乖无？我的金孙哦，特别乖。你哪有乖啦？只要每一天天气热，地头食冰，讲拢讲袂。我哪有？哪会无？是阿妈给我的啊。佳瑶，啊，你着知影家己气更无好，袂用食冰个甜啊。哎呦，你也毋是毋知啊啦。下港个天气热到安尼，迄一碗冰哦，当时起来要到嘴下都融去啊。搁再讲。你吃不完就闹关的，妈，可能每一个人的体质不同啦。啊，而且我会惊讲哦，以后会变黑姑，安尼有麻烦啊。那有遐严重啦？啊，细种啊，从细汉到到大汉，我唔是安尼饲的，都无遐济问题。我拄好讲过，我是惊讲真正体质拢不同。三个囡仔拢是阮老家的子孙，体质本来不同。你若讲加油，体质无同，可能是见到恁那边的啦。哦，龙
拢奖着我，奖着我，吼，这三个拢我的。也毋过，妈，下每一个囡仔吼，体质咯，不一定同款，对无？哦，啊，我讲唔对是，啊，你自细汉到到即嘛，你敢不讲？你感冒发热无嘛？嘛是照常甲你饲到遮尔大汉。我是讲即嘛哦，家下我感觉真可怜。不参事就是爱酷酷扫，饼也袂用食，糖也袂用食，我系唔甘。妈，我知你唔甘孙，你疼孙，你唔过咱会个成歹啦。啊，我个成歹。哦，啊你又安尼讲，事情嘛是我个成歹，事情自细到我这样子，同款我是安尼教啦。你敢知影？伊这路啦，走路是外方的呢。大家都嘛甲我讲，哦，有你正好教囝呢，教到遐将才，啊，又遐有出段。哎，安尼我讲唔对，我袂晓教。是啦，妈，我们是这个意思。我意思是讲，这囡仔出格的，以后因会做爱弄空空的啦。哦，以后就是你这样教唔好。家下就无，就阁怪我。唔是啦，妈，我讲的是。唔是你唔对，嘛唔是妈唔对，迄弄我唔对。我伫厝的时间伤少啊，我无甲囡仔教好，是我唔对。以后我加强，吼，妈我加强，你莫生气。加油啊！你嘛较差不多咧，什么物件会用食，什么物件袂用食，你敢唔知影？少控制一下，莫人讲嘛，啊。好啦，我后盖莫食，我要你去读书啊。天不死，小纯。佳丽，来了。我食物件，甲阿妈倒上我物件里面。好，好。我嘛来倒上。你等嘞。过来。算命想嘛袂安尼啊，规暝拢无回来，害我烦恼规暝。啊，搁有啦，志良去找你无？无怪，昨你甲我讲要去应酬的时阵，我就感觉你怪怪。我问你哦，你敢真正甲恁同事出去，啊，写了规暝拢无回来？志荣到底有跟你做伙无？到底是安怎？恁两个是咧变啥梦啦？志荣人咧？紧讲啊！其实。志良，雄哥，你想无够意思啊？刚刚你要给他弄鬼，但是能讲出来啊？哎，你回来，你回来啊！我不是跟你讲，我要去应征，你敢不回来？对对对，你去应征。没事没事。哎哎哎哎！你没有没得，还要烦恼那个心脏要疼伊。歹势啦，阿昨我结扎师傅的时阵，都常常想要弄球啊，唔才招师傅收去。啊，现在落一个天就光啊，很多吼过去应征，唔才这时阵回来。辛苦辛苦，辛苦辛苦嘞，辛苦敢吃起来？嗯？骗你也无钱。哦。哎，起码就拉好啊嘞！啊，阿亮啊，今仔日洗面都穿得遮少，还是要去倒啊？很多啊，我去应征啊，今嘛，你是嘛常常讲，叫我紧找着头路，卖常常提我阿姊。嗯。安尼哦，阮阿姊甘只有只会当常常。
拍拍手，静下啦。哎，不，你这三岁了，你哦，卖个怕哪样了，听我啥了，哦。您这小弟哦，实价不懂，哎，开车也去，就是搞出来也不落用的呀。哎，妈，这两个性你也不是不知啊，有当时就是安尼无正经啊。你哦，卖开计较，来，饮茶。我看你今日精神真好呢，王慧啦，王慧，阮师兄讲，伊今日是特别要留在面厝给你斗三工。哦。囡仔，要不好夸张，你不够用啊！啊，小宝，从现在开始哦，咱做几项代志，拢在这里。你等我就当怀疑，两个先等你过来。要不恁姐啊，个人唔相信咱拄才讲的话。不管你相信还是不相信，但怕是袂当承认。你什么都唔知。对你来讲，这是我的我知影。哎，你昨暗走去对啦，我甲勇啊等你规暝咧，烦恼甲要死的。我今日外口回啊，想着所在物件，下面来。李红心，我带你去空气的涂骹。哎，真好，咱先带你啊，等下风头过，咱再处理。你换两个衫，我甲你洗洗。对，你两个创啥？你是在创啥？看到我刚刚出紧张的呢。哪有啦？坦白讲哦，都在外口跟我讲遐话，敢真实？当然嘛真实的啊，啊骗你也无寻常哩啊，对不？秀兄，你像秀兄啊？哎呀，小瓜少年，赶紧看，别烦恼，我不担心啦。你哪会秀兄？啊，你敢不是搞讲你弄球呢？哪会秀兄啊？有严重无？跟人相拍？你跟人相拍？啊，着对方硬要插住我，跟你跋出更唔甘愿，啊，着拍起来啊！你讲有敢真实的？真实啊！啊，着白爽啊！啊，拍起来啊！呛赌啊！惊你烦恼，唔知无甲你讲啊。好，我暂时相信你。志玲，你我拜托一下好无？你是我唯一的小弟呢，我拜托你，以后莫再做出我烦恼的代志，好无？我知，你莫烦恼。哎，阿哥，嘿，怎么个？来找阿哥耍啊！你倒是真不搞嘞，阿妈讲你现在的时阵，天天在跟姐姐讲你。恁两个拢同款啊，还搞嘞！阿姑，你带我去洗手间好不？好嘞，都不搞个，就不搞三年呀！哎呀！哦，哎，来来来来来，你阿姑手上麦先坐落来。哎，阿姑，你哪有这样阿菜啊？我同学在那看呢。你若想要看哈，就摕去看。阿姑的哦，就是你的。哎呀，阿姑！好啦，你若真正要洗刷干净去，
我后脚过来陪。我来陪你倒沙发。对。哎，我来加油。没事，耍给没有？我是你，我是乖，我做小心点，听话，你这细只的，阿小我搞。爸，爸，我，你好啦，啊，哦，我今嘛哦，你三岁囡仔国家。你考得着啊？我记得，我记得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不用啊，你走没有？我头家叫你走没车呀，一定足忝的吼。我有煮你爱食的咸饭，来，紧吃。我想到志雄之前常常来咱家吃你煮的糜，过陪你开讲，伊搁伫甲我讲，志雄比我对你搁较友好。唔啦，讲到志雄这个囡仔哦，实在是无话讲，忠心忠义。伊讲哦，矿坑发生代志，好加载有伊来斗三江救我，若无哦，我这条命休起。爸，假使志雄若发生什么代志，我是要拼命甲救。你当然的哦。你是万条兄弟呢，当然要互相照顾。哎，你别动啥！哎，哎，你电球过来要创啥？你干啥吧？我来救志雄啊，伊可能出代志啊。哈？志雄出啥物代志啊？有可能叫我们娘去啊。爸，我不能拖下志雄，我要去注意啊啦。等等等等，讲我清楚，志雄是互相娘去，你要找谁拼输赢？我们一锤用啊！叶兄，好姐，哇！我伫外口就听到你甲好姐伫遐冤家啦，你是不是搁领好姐无欢喜哈？无啊，我只要找志良啊，志良回来，上哪？正经？哎，我哪无？伊真好啊，伊带阮到家里哦，去溪边洗刷金嘛。哦，你紧出来，你紧出来，你紧出来！等下，等下啊！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啊，恁昨暝是去倒？啊，落去，啊，落去，落去啊！哦，哎，啊，袂用啊，干坎哦，一直输啦，啊，志良要退一套啊，啊，要让对方输哦，唔甘愿啊，要甲阮起冲突啦，好卡在哦，哦，志良啊，甲对方讲讲就无代志，你哦，后盖输哦，紧走啊，卖看咧，知无？哦哦，原来是安尼啊，我叫是讲恁昨暝哦，做什么大代志？嗯，无啦，那有可能做什么大代志？哎，爸。我甲厂大先来找治疗嘛吼，别别别，恁着急啦，要好食啊，食些西去，再来找治疗啦。啊，多注意啊！哎呀呀，师兄，做来食，安尼我无客气啊。啊，当真是家己厝的。哎，哇，好食的咸梅啊，上好食。这个还袂算啊，再来一届。好。应该就伫咧头前啦。那遮远啦，我骗无啦，我会着急啦，要到啊啦。这头乌金啊，这个假。无啊，阿亮。哎，阿亮来哦。嗯，阿好你啊。爸爸。阿姑嘞？我唔知人住倒几只。你有骗我哦！我无骗你啊。嗯，三个鞋拢伫遮呢。不是我的！好，走会走倒啦。
三下我甲冲单，等你规暝拢无人，真正当作你出代志，你安怎啊？我知你无代志，我甲你讲，遐人卡出来真正对你安怎，我勒去点。喂，我即摆毋是规张好好平啊，你卖正常嘛？嗯、我是讲卡输食的，即摆无代志我就欢喜啊。你唔知啊？昨夜我外烦恼你咧，着急个哭咧，佫讲要去找杨千源讨人啊！好佳哉，我当然有调啦。啊，你也真正有感动吼！以后好事是看见，有水衫先花穿，啊，哪有赚着钱哦？先搞好啊，听着无啊？是啊，就讲咱兄弟。你莫看以后，老是常要甲欺负啦。我哪有欺负伊？我两个自细汉，先到先来抱大汉，感情好，对无啊？哎呦哎呦，是来可怜你，你讲好笑啊？爸，快快看啦！我打水仗。打水仗？你们卖账啊！我看这面是要偷腥啦！爸，这拢是这几年甲咱往来的厂商，只要咱针对这对象去调查，无得靠地当查出是甚物人甲咱的黄金抢走的，拢是咱厂商来往的对象，伊安尼做对伊家己有甚好处啊？所以才需要去查。干了三天的时间，你是不是要查起来？你搞几下摆啊？啊！兵无相识，水无相形啊！有当阵看起来是敌人的人，不一定是敌人啊。本来是朋友，我的感觉是你真正敌人。喏，所以看这个代志啊，一定要全盘来考虑，别再看一个点。知无？爸，你的意思是，你有怀疑的对象？你来。董事长，你爱的受伤空降的名单，我拢摕来。你怀疑是海空港做的？就亲像我讲的，我想了这久啊，可能有一种可能，就是空港的灾变。哦，我快当所长，啊，我把这空港甲家属资料提过来，原来你早就想到啊。给你一个机会，你不是一直拢真关心这人，今麦你去查看麦，看内底啥人先有问题。哎，大师兄，你敢搁会记得进前领班因的后生带人来乱？原说吼，甲这人嘛关系。不管是啥物人，还是啥物消息，拢甲做好清楚。加千块黄金啊！小姐，拍子，
江文姐，恁家是不是有一个小姐叫做如萍？阮家有如梦如花，就是无如萍。啊，可能伊是用无同款的名啦。爱穿着差不多这么高，啊头毛这么长，穿着水水。阮家的小姐拢真水呢。是啦，也不过我唔是我要找人啦。最近阮店面有几个小姐打离开，还是你去别间店门看麦？多谢你。王大爷，你来啊！杜林记，你是我的命，今麦当地红尾头，你搁敢走来吃？你若无想要活，你莫甲我拖落水。太子，我想要找一个查囡仔，啊，顶下你这抛弃过伊啊！我不管你要找啥，非得这段时间恁这几个都不准出现在我面头前，知无？有请外卖，紧走。董事长，今仔哪有迎来捧场？来，来面请。大姐。这，敢是你的？我过去问看卖。唔知因穿完什么做啥？大姐，这是啥物？上酒啦！上酒。走。嗯。这种人袂可以。唔知董事长安尼讲是啥物意思？老家娘，我大家讲生意用得着。我想信任你，所以我大概来时间、地点，你想清楚。若不是你为这将我的消息放出去，这抢夺哪会可能来把我的物件抢走？嗯？你安尼讲对唔对啊？先算是为我才下来，敢讲唔是你公司内面有来插？不可能。那你我这嘛无可能。我凭什么要相信你？一群啊高玉人，在这所在面生，第一批物件我看袂上目。董事长，我虽然敬重你，也毋过你嘛明明无证无据，就亲门大户走来我店，冤枉我甲我下骹手啦。你也准我高玉人好欺负？好家娘，高玉人啊！我知影你后壁已经渗出你靠山，也毋过，我嘛要甲这个代志讲好清楚，互你知影。这件代志，我绝对无可能遐尼简单就安尼刷刷去。即卖日本人伫逼我要提物件，哦，物件我若提袂出来，死狗，还有人提出来，哦。你要找上台，那是你的代志。也不过我可肯定，物件拍无，就应该报警找回来。你欺负一个查某人，敢讲物件传出去，会让别人看笑话啊？啊！最近哦，不知安怎，这气得愈来愈歹呢。我煞袂记哩，你批物件。敢若袂紧讲啊吼！高玉莲，竟然为了遐歹人来搞枪杀抢夺，啊！当然不是，我只是无介意，互人冤枉感觉。有冤枉无冤枉，你心肝底是想清楚。
如果你若知道是啥人把遐物件抢走，最好叫人赶紧吐出来。如果物件若无起价，我袂去要找伊麻烦啊。如果若坚持唔行，是到我会用了金哦，叫伊一袋一袋退落去。你讲啥？啊，人讲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吧。你拢听着哈，我和你拖累到无够忝。你放心，不管安怎，我绝对袂甲你赶出去的。家己顾好就好啊，杨千嬅哦，搁唔敢靠我。好啊，紧走，走啦。多谢姑娘姐。学长，你讲恁即马正在找唱唔见的人？是啊，所以我就想要问你，所有你接触过的矿工甲因的家属，你敢有发现什么较特殊还是有嫌疑的人？你讲矿工哦，我无啥物特别印象呢。歹势啊！不要紧啊，我再去别个所店门看卖。啊，学长，你敢知影，迄几个人是安怎要去抢恁家黄金哈？当然是为着钱啊！因假做日本人，骗走阮厝的黄金，佮抢走日本人所有钱，伊一定是有计划。因早就销售遐个钱，所以才会做出遮卑鄙的代志。不管有啥物理由，是无应该安尼做了。阮爸爸，伊即马伫咧处理空客的代志，日本人阁会遐尼大压力。我即个做后生，我无得替伊做啥，我干那希望会当赶紧找到抢走黄金的人，甲物件摕转来。学长，是嘞呢。你来搞公司嘞？啊，就迄天我嘛伫俱乐部啊，煞无法度甲你斗相共。你莫安尼讲啦，这本来就是阮厝的代志啊，而且这代志，佮害你个脚去歪掉，是我个公司哩才对啊。啊对啦，这附近有一间真出名苹果市，迄学伊做伙食的，你要去吃看袂？好啊。弟弟啊。敢会伫即间啊？哎，你乌狗兄啊，你哪会徛伫遮啦？哎，快紧你来啊！舅母姐，恁最近敢有新来小姐？有，当然嘛有。不管你要找倒一块，拢嘛有。不是啦，我只是想要找一个啦。学长，好啦，你来。我看到头前有一间面摊的面，袂歹食的款呢。我想要买转去给阮爸爸食。好啊。陈庆龙，如萍，你来看一下，这真正就老的呢，喂牛就是耶。哎，人客啊，你哪会来一时啊，就要走啊？无啦，你用穿这水的，我临时有代志，你放心，明天啊，我甲小朋友来佚佗，多谢。上班啦？对啊。老板，你干啥？干啥？要顾客你啊？
尼熊熊哭落去，那囡仔抱者走出来是要安怎？是三个啊，不止一只，再过一个。马上，靠上。哎，马上。阿囡仔。妈，快去学校。阿先生，去菜市啊，替我买一罐物件。阿外咧，你有靠手，家己去底啊？嗯，做好食。哎、欸，今仔日敢有人来应征啊？若是无，你暗时要休困的时候，卖着急，等我下班了，我家己做伙想下。免啦，我家己发单。哦。哎，这位也是够捏啦！哎，你看，你看，没关系，啊，哎，来，柯老师，等，我姐，这我讲你听啦，你都知道？哦，消息啦，大消息啦！啊，什么大消息？妈，我电话给你。没，我到电话看看伊在接去。哦，我咧讲，大家拢在讲呢，我有当事长，伊要向偷的伊，还快点讲哇精彩，比看电影更好看。前面啊，你店里菜市也听到的吼。嗯。啊，你顶上嘛讲报店迄对翁阿婆人离婚啊，人这边话稳来呢。我感觉你家遐姊妹啊，看一旦去做电影的编剧，一定真精彩哦。嗯。是啦，妈，啊，像今嘛唔是小可代志咧，啊，种无证无据的代志哦，你莫讲到了咧，实际我袂讲啦，吼。哎呦，什么你乌白讲？那些同结婚的人哦，无一个唔知影啦。讲了光头白日讲，因起码就快哦。应当所对应的人哦，去接去抢黄金的人呢？啊，真正有人甲抢应当所对应黄金？都是讲你咩？讲爱己比爱己命开啊！哦，迄黄金哦，嘿，讲袂少呢。哇，认真你嘛知影？当然啦，那个应当所对应有讲哦。以前咧交往那时候，金马店呐、灯店，大家拢去交代咧。讲哪人提来买，也是提来等哦。赶紧甲通知，怕吃咧啊。哦，那是安尼啊，这黄金无去，那咱即马警察应该死过了啦。无啦，迄游荡书店唔敢去报警啦。伊讲哦，伊要报，要书店啊解决。哦，你哋嘛知影是为虾米哦？当然啦。黄金哦，是游荡市场哦，我要偷偷卖哦，就不难嘞。伊无去甲政府报告啊，所以唔敢去报啊，伊报去嘛无效，对不？无怪哦，无怪发生遐尼大个代志，嘛无听讲警察有伫咧调查。嗯。哦，今物搞，这达到。伊若得一点我捡着，我后半世人吃就拢袂烦恼啊啦！妈，迄囡仔若真正落去捡你捡着，爱送警察局免怕吃。当然嘛是，我知影是爱送警察局，我是咧讲笑，你甲当作真咧。我知影你讲笑，啊，不过囡仔伫遮，互因听着咧无好啊。我都知影讲囡仔无伫遮，我唔知安尼讲，啊，就像恁小弟啦，一干干唔是咧甲我讲笑。你唔讲伊，你先讲我。啊对啦，讲到讲爽是我专门科的呢。嗯。我嘛是认为啦，这因为当时对我这么好个着，都准讲伊黄金向抢走。哎，对伊来讲，都袂输伫无心上放毛同款，啊，袂想袂听对无吼？什么对无？咱做人都爱脚踏实地伫咧赚钱，逐天想遐有诶无？你想啥？我咧想，我好来上班啦。喂，小蛋，小蛋，你今日去要上啥？我咧讲，你去上班哦，外口啊，风声较有嘛，对无？机会较济，哪够有人要请人要？迄个啊，嘿嘿嘿，尽量得找哦，安尼哦，不
我等不及问林小伟，对，赶紧进去。我要跟你讲歹势啦，啊，拄则我讲遐话无其他意思，你卖误会。袂啦，误会啥个？是啊，你唔免烦恼啦，啊，大家拢一家人啊，啊，而且啥嘛，遮尔有聊，我爱讲生笑，伊哪可能会安怎啦？哦，好啦好啦，我来去洗菜，我即部戏啊，真水，我睇。妈，我跟你道谢。好好好，我睇我我睇。哎，好好好。啊，你大姓大名都爱记记记。好，我跟你讲，跟你讲。这桩代志，哪个会整个头拢知影？因为像我一定袂像你简单，他帮我抓。所长，有事事来啊！什么叫做有事事啊？杨当署长，好啦好啦，坐坐坐坐。杨当啊，坐啦，当作家己处理嘛，吼，免客气。来，这今年的春啊，另外玩。所长啊，您这个老人家啊，搁听迄个英文歌，嘿，你的兴趣啊，没有够特别啊。无啦，几间对流行啊，啊，而且听这种歌不容易啊。哎，你这种。用音乐我也听没关系，算了算了。哎，苏丁啊，今仔日吼，你专工吼，请人叫我来吃，应该不是饮茶听歌的吼。哦，不要啦，阿杨蛋啊，既然这么直接，我就卖个灯光世界啦。来，小姐。我听讲，用清炒一杯黄金。我是董树林。哎，这代志我哪拢唔知啊？呵呵，莫阁假啦！但咱这所在是偌大，张梅顶狗，因家狗啊生几只狗仔仔，你家因家鸡母孵几粒卵，一天一光哦，几钟头的人拢知啊。而且，你这件代志，阁有人亲目睭看到呢。咁个，我甲人叫来，咁你对钱，阿无受害者，阿无犯人啦，阿对什么钱啊？啊？唉，好啦，我了解啦。哦，发生这种代志，还是真正足无面子的。所以，你无想要让人知，我会当理解。不过，我是派出所的所长，这块地盘发生抢案，我敢会当无管嘞？啊，无安尼啦，就当作吼，你今仔来遮就是要报案，啊，我派者礼拜遮，甲你做笔录，安尼就无别人知啊嘛，好吧？你的空客大家出代志，啊！伫咧这个时阵，佮卖黄金哦，日本人。你是惊哦，然后政府知影你采矿权出问题，所以才无想要报案，对吧？唔当的，莫佮激一个苦瓜面好啊！我即摆是有心想要甲你斗三工的。你是药商，我嘛是药商，你姓杨，我姓叶，咱两个。同音无同声，这嘛算一个缘分啊！得凭这点，我就愿意给你斗三角，把黄金找倒回来。而且吼，袂让店员知哦。哪有这么好康的代志？你到底想要安怎？到啥啦？啊！就恁家鸡母放无去，我替你找转来嘛。啊，甲你讨几粒鸡卵，这应该无过分啦吼。好，你若把物件拢找倒转来，
我给你一块，当作是给你报答。七块？哦，我是跟过年过节收的破手的哪一块啊？杨董的，吃米也知米价啦。无你啊，是卖偌济？四块。嗯，真高哦啊！哎，我是看你的气呢。迄若换做别人，迄规个金库叫搬了了，我嘛无去插伊。小弟啊，听讲你甲迄个 club 迄个头家娘郭友莲，恁两人敢那是真好啊！友莲是安怎呀？嗯，物件伫迄个店发生的啦，你遐碰见，甲伊当然有关系啊。无啦，这件代志肯定无关系啦。有关系无关系，这我唔知啦。也唔过哦，这个代志就是伫遐发生嘛。照讲，你应该负这个责任啦。无呢啦，因为伫遐四地啊，都算伊阿去啊。你害他安尼讲的，这明明是两回事啊。所以啊，爱做英雄，都要付出代价啦。喏，如果你把物件拢偷倒转来，我你两对，而且高月玲遐，我未去追究伊的责任啊。好了，两对就两对，就安尼决定。真正看未出来，所以啊，你对于高月玲哦，用情遐尼深哦，而且搁再讲，你是一个这么专情的人啊。恐惊是哦，落花有意啊，流水无情啊。这里面烦恼也多啦，伊爸也徛久，自然都无爱。好啦，卖伫遮安尼五四三啦，赶紧去找物件，来去。你嘛跟杨清华同款，怀疑我是犯人。不啦不啦，你唔通误会啦。我因为哦，一件案件是发生伫你的店，我派出所的所长呢，依照规矩，我来遮问案嘛是应该啊。不，今嘛是咧创啥啦？既然你怀疑我。规矩你即马就加俩证明啊，行。哎呦，你莫安尼啦，你就先藏来啦。啊，藏落来啦。哎呀，我呢就是为你好呢。你想看卖，我若甲案情问好清楚，等于是替你洗清冤枉。我嘛听哦。去探杨清源的嘴啊！所长，你看我这间店开到这么大间，这么啊赚钱，我敢有需要去冒险抢黄金，害家己去坐家？我敢有这个？对啦对啦，歹势歹势，我讲唔对的，吼，讲唔对的，讲唔对的，我自罚三杯，吼。我喝三杯，你免你，我饮着。请问杨连姐干爹，我是柯金寿遐来送药啊。你要找头家娘哦，哎，先去遮坐下，我去叫头家娘出来。多谢。头家娘，古金嫂有一位小姐送药过来。我知啊，你先出去。所长，歹势啦。我知啦，我知啦。你遐做这代志，无用。
来，我另个接过来捧场，哈。捧场是会用的，啊，不过莫再问我遐的有诶无诶代志啊。没啦没啦，你放心啦，安息啦，哈。哦哟，哎，你是哪哦？真少，我也无看过你啊。丽莎，你有玩的好，你要爱就先来创啊，行啦。你我看先啦啦，我袂进来啦。你误会啊，我唔是这的小姐。什么？你干我怎啦？你干我疼，动作缩开哦。想要创啊？黄建良，我警告你哦，敢放开！你什么回事嘞？还在放？不要对这酒家女回事嘞！你莫笑笑啦！做起来啊！是的呀！你以后是对阮朋友搁这么无礼吗？都无像你刚才尊鲁耍。那是有人在你店内咧闹代志呢，你这电话是倒？我叫我的警员来处理。哎，慢慢，我这人客冤家吃醋，天天有诶代志，我家己处理就好啊啦。你今日无闲啦，有当处理诶代志，我还忙你咧。真正老需要，你得。我知我知，爱甲你通知。哎，无代志啊，待坐待坐吼。创啥哈？我来救你啊！我无需要你救，我有个代志。你即马回去，嘛只是做人客食豆腐尔啊！人客，既然那是朋友，你有困难你就跟我讲嘛。我连斗三工啊，逐工饮酒，生活无正常，我真正想嘛呢。你啥物爱听我，一定要做酒家女哈！我，你来跟我拍。是你欠打，你阁像是酒家女哈？我知你面皮薄，无想要承认，也毋过我安尼讲，我嘛是为你好啊。你无煞见笑，当时就着跑啊！你是倒一只目睭看我亲像酒家女？看是无成啦，也毋过这真歹讲啊，无定定就受人介这种。清纯啊，良家妇，你敢唔当来卡着起卡动手哈？我安尼讲是为你好，我唔是看轻你啊。唔咩？唔是啦，主平是来送药啊，给我，伊唔是我家的小姐。你有听着吼？小莲姐啊，这是阮爸爸交代要给你的药啊。多谢你啊，主平歹势呢。害你很误会，姚仁姐，你莫安尼讲，这跟你无关系，是有人哦，会把咱是酒家女。姚仁姐，你真正不是饮店的小姐？主平是苦尽所苦一世的查某囝，咱是一个好事。你几位空朋友啦？这都表示你是真心善良。请我正干找兵啦，我拜托你，你干嘛听我的口供？麦哥做你这卖工课啊？我叫是讲，我这卖做的工课对这个所在最重要。你真正是好事哦，啊，莫怪伊讲你安尼讲，唔对啊，我有看到你甲尤顺元后生咧讲话，刚讲伊唔是你的人客。是我的大学学长、啊，哎，歹势啦，啊，我阁有代志要处理，无恁两个偷偷讲，哈。好。啊，如萍，哎，歹势啦，歹势啦，我唔是条工要误会你的，请你莫生气，好不？你听我拍我哦，拍到就对了，莫生气，莫生气啊。如萍，如萍，如萍啊！如萍，邱如萍，南靖良，你伫叫我是要创啥？是的啦，是我唔对，我无爱误会你啊。也毋过这嘛袂当完全怪我，上到几落摆，看到你出现伫哭哭。干那两摆哦，我拢是去送药给姚兰姐，
哪长久你啊？常常走去 club 还是酒家迄块所在？哪有啊？我就喊你去哈无啊？是哦，啊哪会遐尼拄好啊？我才去 club 两摆，拢互你看到，顶摆阁看到你入去酒家内底。你敢拄只想要将我捣毁啦？赶快弄起小弟哥啦！哎不不不不，你看到我入去酒家，都证明我是小弟哥。你敢袂感觉你甲菜市遐个生意有点无同款？想象就丰富个啦。好啊，无你讲看麦，你去酒家唔是去洪流是要创啥？我会去酒家，是因为要去找你。你，哎、欸，你家己爱去酒家洪流，讲对我只啦。今天就不做鬼，兄弟，你听我讲，你听我解释。真正，我误会你就敢上班，你阁唔倾听我的苦劝，我唔在世界找你，要想看卖看什么办法会当苦劝你，莫阁做迄个工课啊！你讲你去酒家，唔是去洪流，是要找我，帮助我莫阁伫酒家上班。不过你看我，我到底是倒位亲像酒家女哈？哪里我嘞？我敢有生迄种爱占酒家，会食糟羹的倒霉人啊！啊，对啊，我伫诊所啊，听到少一个人在讲杨当署长黄金给人抢去的代志。陈志良，你是安怎要去抢黄金啊？我有两个话贴的，就是咱头一天见面的时阵，就变迄两个啊。阮的感情，咱讲是比亲兄弟还搁较亲啦。其中有一个，因爸爸是空天部在工领班。其实迄天又向因经理，还搁杨厂长报告，讲迄内底哦，家属浓度伤高，应该停工啊。因为因无听的以外，搁继续做，结果嘞，因甲部长全部的责任。全部拢送给伊啊！而且啊，佮佮提示出来，非常个受伤工人啊。你讲杨当署长，就是杨三台爸爸，对无？嗯。想袂到学长的爸爸是这款人。伊是大头家，赚遐尼侪钱，工人遐尼辛苦为伊卖命，啊，恐起出代志啊，伊却完全拢无想要负责任。这人就是安尼啦，同一件代志，用无同款的角度去看，就产生无同款的结果。有当时啊是单纯，有当时啊吼，搁是复杂。单纯又搁复杂？嗯。什么意思？咱人一出世的时阵哦，就亲像一张白纸同款。因为经过时间和环境历练，就产生无同款立场啊。来徛伫学长立场，一定是手面爸爸黄金的人情况啊。今我徛伫阮的立场啊，阮就成为杨清源，根本是为富不仁，我值得尊敬啊。你讲的嘛是有道理啦，也不过，对啊。我听阮学长讲哦，因爸爸已经开始调查遐受伤的工人甲家属，是毋是甲抢劫的代志有关系？你家己也较注意呢。我早就想到啊，我该想其他办法啦。什么办法？秘密。我嘛无想要听。没人啦，还是收过费啊。也不过遐工人，即马上输的是钱。我知影，也无我妈有讲啊，即马杨清源死过来抓咱的，不管咱个安分的啦，啊。哎呀，上大讲了有道理啦。哎，你
讲要把这个金仔送给遐受伤的工人，要颠倒害侬，害伊杨清源怀疑讲是抢金仔的人呢，安尼袂通啦。是啦，咱就是等风声过去，把金仔换作是现金分给遐工人。金仔暂时莫有任何动作，知无？当初阮爸嘛是伫矿坑内面受伤的，也毋过阮兜无钱替动手术啦。等顶悬，阮嘛紧跋落来。我嘛找我，跟阮阿姊总去病院，想来一动手术时阵，再见袂好啊。阮爸啥物都无讲，就来走啊。既然当初咱决定要安尼做，就是要帮助这个人。那恁今嘛小等下，因今嘛上输的就是咱的倒三工啊。我真正无想看到阮爸代志，佮发生伫别人身上啊。是你讲了毛道理啊，讲像阮爸就好啊。因爱逐工爱想着遐受伤的工人哦，就足烦恼的。哎，因恁每一个拢有家庭的，拢有某囝爱饲呢。啊，即摆发生种代志，迄连厝内底的人，迄可能连食饭拢会出问题啊。咱若是决定要安尼做，脚手都爱紧，袂当阁拖啦。你煞毋知影袂当阁拖啊？问题是这个金仔是要提刀要换钱啦。哎，迄杨清源有交代啊呢？咱这个所在所有饭店啦、金仔店啦，若有人敢提这个金仔去换钱哦，还需要通知呢。你咪遐尼戆啊！咱除了金仔，毋是还有钱？我意思是讲，要甲阿文的钱分给遐受伤工人。当然啦、啊。你若是把金仔给遐个工人，伊嘛袂当摕金仔去付医药费，啊，若是摕转店长，佫引起杨清源的注意，所以唯一的办法是把这现金分给伊。我这金仔要怎？咱先分哦。当然唔是，先过一阵，咱才来处理。哦，好好，这好，这好，这好，我赞成。哦，我若遐个工人哦，摕到钱哦，比绝对比摕到金仔我欢喜，迄搭现开呢，对无？小哥，你意思咧？我知影你想要甲遐工人斗三工的心情，也毋过，咱若是甲钱分互遐工人，杨清源就会顺这条线索去找着咱，知无？我讲过，咱三兄弟袂当有任何一个出代志，啊？袂啦，袂用脏掉啦。若准讲会用脏掉哦，无要紧，我甲所有阵容打起来，袂去拖着恁两个啦。讲遐笑话啊！我已经讲过啊，咱三兄弟袂当有任何一个出代志，以后不准讲这种话啊，听到无？强哥，只要咱有够细腻，就咱撇平风险嘛，真实的。对啊，你小妹兄弟啦，要不咱是咧做好代志啊。好啦，听你的啦，就照你的意思，咱把这个钱送给遐工人。帮助因度过这摆难关。呀呼！我就知啊，你一定平安。哟，阿恁爸是领班，一定有遐工人的名单，登记了头草一份啦。啊，名阁有住址拢爱，会记哩，唔通你爸知啊？啊，无问题啦。你阿叔来，咱明个只钱送遐工人。咱这个任务绝对袂当让任何人看到咱青州三块。上好连送钱，嘛送到心不知，胃不干，才袂让咱带来任何的麻烦。谁让咱青州三啦？你敢猜过一个人？廖天丁。咱的感情才会愈深。朋友啊，来安尼，我的感情煞拼袂过现实。歹势啦，怪我太认真，以为迄款感觉是爱情。剩一颗无人了解的心，流浪在多情的城市。相识的霓虹灯，害阮看袂清，伊的笑容是假是真。短短的人生，有恁来斗阵，叫一声兄弟，爱互相扶持。总有一天，咱嘛会出头。
哪免安尼送啦，我给你摕入去好啊。袂用钱，来做个甲大家拢同款，才袂去用怀疑，知道？是啊，啊那无你爸是问你，你哪回答？最近哈，小龙莫出门，知无？小龙，去年去本人看过你，你若是去往警察，你就害我。哎，啊，因人拢伫楼底遮，我毋过小龙莫出门。哼，没啦，我查过啊，一个已经登去日本啦，另外一个过两天就登去啊。哦，好啦好啦，我这两天我莫出门嘛。哎，啊，搁有啊，你明登去的时阵，恁爸一定讲到伊收到钱的代志，伊也较细意的，毋通讲闹到去啊。袂啦，放心嘛，哪有可能？我运气足好个呢。拄只咱上次去苦尽受的时阵，你敢有看到一个查某囡仔叫出来看？有呢。苦尽受因查某囝。苦尽受因查某囝。嗯。伊看到咱，敢甲咱惊出来？放心嘛，伊袂做这种代志。你来找着爸，你甲苦尽受因查某囝有熟识？其实你冇见过伊啊。到水果被搬去厂，迄工就是斗三工的。哦，原来伊就是开水走囝。其实空客爆炸迄工，伊嘛曾经救人。啊，这就表示伊是一个真有责任感、真善良的走囝啊。重点是，咱三人包到安尼，怎认得出来啊？哈。也唔过，哎，这样讲无问题就无问题啦。而且人迄开小姐生甲水，我较温柔，我嘛相信伊袂共害啦。蛇蝎美人，你干嘛听过？愈水愈危险嘛，知无？唔靠有影啊！人个邱小姐做护士呢，会做护士的人个心肝拢嘛足好个。我嘛想讲吼，我哪有迄个福气，我娶伊做某，我迄唔得我幸福。你个寒面啊，邱医师查某囝未来红婿，嘛绝对是医生啊！你想啥啦？我哪有咧想啥？我咧想啥也袂当哦。我煞唔知邱医师查某囝哪有可能叫咱种人，对无？对无？即摆拢什么时代啊？自由恋爱呢？真歹讲，真歹讲。爸，哎呀，黑我，我袂困。哎呀，无安尼啦。呀，拄啊，有人拿一包钱去摊面外口等，内底阁有一张纸写讲，这只是我丢失的违约金。你贪唔贪是吧？哦，啊，上只好心咩？我嘛唔知影，啊是讲哦，那是董事长迄边人送的，都唔免为贪唔外口贪的。对，所以讲哦，绝对无许一样心愿啦。其实我知影是啥，你知是啥？对啊。我听人讲，董事长的黄金予人抢去，这抢黄金的人应该就是上级来啦。哦，对啦，爸听你有巧哦，你安尼讲有道理啦。会做这种代志的人，一定是有正义感的好人，是讲抢人的物件，总是犯法的。啊，
伊就是看杨新元哦，拢歹负责任啦，所以因才去抢佣金嘛，迄药是应该死好啦。这我知啦，我咧烦恼，杨新元的人绝对无遐尼简单就放伊煞。啊，放心啦，下摆因咧摇摊顶咧，伊会背转会装地咧，头脑好，会头先讲骂你无啦啦，哪有可能遐尼简单用得着，对无？我听你的口气，你是真佩服伊。你也伫讲，咱聊天这个故事，我主持人都爱听啊，而且伊帮助阁是巴力了，我都嘛佩服。哎呦啊，啊这个社会哦，足侪不公不义的代志，伊的个性，你一定是要看袂做。啊，我考劝你，这个时阵你就爱吞忍，千万唔通哦，你也要替人出头啦。袂啦，我袂安尼啦。哎。你知影其他的干老有收到钱无？有啊，拢收到啊啦。你哪会知？因都有十条去抢金啊，那受伤工人那命都嘛摕着啊，对不？吼，你这个人当道理。爸，你莫想遐济啦。哎，为着啊，这钱哦，会当他达六个医药费啊，佫会当补贴你即阵啊，迄受伤无路做事的生活费啊，对不？上重要的是你爱好好病，紧好起来，即个高人咧聊天才用心嘛吼。啊，我先来说句吼。好。你跟恁姊夫走去倒，是安那？我半暝仔起时阵，拢无可能恁回来。我陪春国去应酬啦。哦，遐单人若有够敖啉，伊毋则招我去做打扫。台南人，啊，遐人找恁姊夫是要创？听讲收一批布料要运去美国，啊，因想讲要和阮公司拍好关系，我代志较顺利啊。哎，姐啊，我伫台中听到你的声，那唔好加困一下。哦，你都唔知啊，好打仔哦，长智量来见。无伊两个台南人哦，我绝对无才调用。智量，也是你厉害，少年体力好，长林遐尼济，今日你过会当较早起来吼。我正想着阮阿姊哦，排只轻刀这样大轻，过起来开店，我店嘛白起来对无吼？哎。找恁两个，敢真正走去应酬？